红米手机是小米公司全新推出的千元手机子品牌，也是第一款双卡双待小米手机。从包装可以看出，秉承了小米的一贯品质和极简风格。红米手机目前提供了多种颜色选购，分别有中国红、象牙白、金属灰。红米手机是小米首款双卡双待手机，你可以选择一个 3G 上网号码和普通 2G 通话号码， 3G 上网和 2G 通话一手掌握，组合使用更加划算，你就可以随时移动马上联通，也可以移动移动联通联通，不用每天带两部手机，一部就可以搞定。红米手机 4.7 英寸的 IPS 高清视网膜大屏，无论照片和视频都能看得更清晰更真实。小米秉承为发烧而生理念，配置同样强劲。红米手机采用 MTK6589TT 四核 CPU， 它也是目前最快的 MTK 四核，配置了千元机少有陀螺仪和电子罗盘，让你玩游戏更爽。后置800万像素的摄像头，让照片成像更加精美。红米手机搭载了迄今为止最好用的安卓定制系统 MIUI 最新的 V5 版本，百变锁屏，万种风格，自由桌面，有着无穷无尽的玩法。这就是红米手机千元双卡双待神器。